夏季电力使用的高峰期，冷气是最大的吃电怪兽，使用风扇根本不够，心境完全不会凉。说到底，燥热之下怎能静下心？心境自然凉，也不过是潜意识的自我安慰。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决电费问题？到底怎么做才能与自然共存？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与炎夏共存？